嗨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我尽量在五集之内把这个故事讲完。如何打造零风险的被动收入，让公司又小又闲又赚钱？首先来说一个发生在我身上关于过河拆桥的故事，让我学会创业的风险。2002年，我在正旦集团下的沪盛影音机公司上班，每天要跑8家客户，负责影音机的保养维护、送发票、送 A4 纸箱、换碳粉。都是我的工作，平均每一家客户一个月都会拜访两次以上。在那一年，我认识了很多工厂的老板，其中一家工厂是在经营 DIY 家具的批发，类似现在的 IKEA， 专门供货给大卖场。有一天，我灵机一动，这些 DIY 家具很适合在网络上销售，何不成立一个线上购物车来卖呢？于是我大胆地要求工厂老板能不能给我批发价，我在网络上卖看看效果如何。老板说，通常要批货就要有量，不过看在我那么认真又已经熟识了一段时间，就让我慢慢看吧，反正他们也没试过在网络上卖家具，不知道效果如何。我很开心拿了6折的批发价，然后自己利用免费的 OS Commerce 购物车架站软体就开了网络商店，收款的方式就直接用 ATM 汇款。3个月后，我的业绩来到了每月10多万的营收，净利润每个月接近3万块，已经打平了一般上班族的收入。当时我非常的开心，告诉我太太说，接下来这个网站就让你来经营，你可以辞掉工作了，然后我也要离职去创业，专心在网络上卖东西了。没想到过不到2天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 DIY 家具工厂的秘书小姐打来的。她告诉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说不能再供货给你了，很抱歉。我问了他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说他们老板决定自己到雅虎开店，自己上网卖，所以不方便再供货给我了。当时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晴天霹雳，我努力了3个月让产品在网络上打出了口碑，结果却被断了货，都怪自己透露了太多我在网络上行销技巧给他们老板。这样被过河拆桥是我出社会碰到的头一遭。